我这把一定追回来，单体伤害高。我在努力呀。哇，好，哇，你伤害真的好高啊！我说我真的，叶神，你他妈的你就放弃比赛吧，玩什么玩意儿啊？你自己看，啊，真的是，你的操作狗看了都摇头。你给人不是他妈快气哭了，豆豆，别生气。你一直在，豆豆，你一直在这里给我压力换我，我现在，一个头像，人家我本来刚才都给我在换一个拿头像。好几个头的。你先出泉水吧，好吧，拿好几个头，人家21个头了，你9个头。没人再跟你玩过，佳佳，我再跟你说一遍。但我一直刚才本来能拿好几个头的，你一直压力我，一直压力我，搞得我现在都不会玩了。你以为我不想赢吗？他这个人这么菜，他凭什么能赢啊？你是选手，你参加比赛，跟我说你不会玩了。他都不是后悔，哎，那个大大，他都不知道咱们在比什么，咱在比菜还是比啥？比操作吗？咱不是比人头吗？他可能觉得我们在比人情世故。咱不是在比人头吗？你在说啥呀？别就说那个一点，说啥？单杀？你说啥呢？你说的这个操作非常，我要发育的呀。他说的这个操作的这东西很主观，懂吗？我觉得你的操作也像一坨屎。20分钟了还发育啊？不是啊？发育？我又拿发育吗？20个头了，你九个。3+2不是5伤。没连上，你非要去刷野？没连上，有点可惜。又输15个头了，把野人卖了！你过去刷野发育，家买个遗书，杀人发育，你再刷野发育。他的发育是刷野发育，他的这个操作好的。你又不长人头，我是真不知道你回家了，这么我的机会。幽默，解控他。控他能杀吗？哎呦，杀不了，要当逃兵了。螳螂要当逃兵了。哎，螳螂上了，螳螂，哎呦，这给你杀掉一个啊！但是没关系，螳螂死了，一换一。这都杀不掉，这都杀不了，人家都给你 Q 住了。我拉满了呀，这不过。你拉满了，你要再拉满了，全杀了，好吧？哎，他确实拉满了，他确实拉满了，大大，拉满，他确实拉满了。他拉了坨大的。对，他拉了坨大的。对，他拉了坨大的。有眼呢，还有一个拉了坨大的呀。回城呢。我就看你拉了。单杀。24个头了，你10个。哎呦，可惜了。又让我输20个头。还个纳美。你是真不心疼呀？我看这不是你的比赛吧？这是我一个人的比赛吧？没事，大大。喂，我这。哎，姐有助攻吗？我这没助攻啊。有助攻吗？好像没有，好像。又清零了，有助攻吗？真的有假的有啊，清空了吧？有助攻，第一助攻，哎呀，有助攻是吧？我记得有助攻，前面两个朋友有助攻啊。姐没事，他要是没助攻的话，那我肯定记得呀。要是没助攻，是不是又清空了呀？又清空了，然后呢？他就等于说，你看人家在看你，又是新的一把了。那反正翻倍了，多的不说了。没关系，真的吗，叶莎？你说话呀，你开麦呀！什么背啊？我现在马上杀回来。你刚不马上杀回来？你拿几个五杀？你拿几个五杀？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你看人家，你在看你，你又在那打野，人家在杀人，你在打野。拿翻倍。这辈子死在野区吧，死吧。我在发育。还想绕后。啊，还想绕后，但是呢，哎，你上呀，别给你断了，你上呀。哎，没事，偷到一个了，啊，偷到一个，然后走了。哎呀，遗憾而归，要当逃兵了，这怎么办呀？这可如何是好呀？啊，夜神，你看看人家，你再看看你，他单3个头，你11个头，我又输了44个头了，这44个头，这我一个人能算吗？什么？我今天的目标先把级先进了，好吗？小青，你难道就想这么看他晋级吗？他说你不能帮我一下，我说我淘汰他，帮我拿几个五三。小青，先把级进了。你叫我，我你看，不是我从一开始我就讲了。
让你去放弃，你看你现在又要自己打自己脸，那你现在让我帮你，我一开始也帮你，一直去什么让你来拿人头时你也不来，那让我还能怎么办呢？很可惜啊，原本我都没有理由帮你的，有死了呀。其实姐，其实清不清空他现在已经无所谓了，因为他已经淘汰了，就这个今天这个人头数无所谓了，是吧？主要还是得多拿五杀给你翻倍，都让你多赢一点，反正他反正那个反正他的陪玩反正现在已经开始摆烂了，我就多拿点头，咱们多赢一点。小金能不能让我拿几个五杀，我想晋级。那你进游戏哇，你人真好。那姐，那个我都这么想了，打完有奖励不？就今天比赛打完。有，你说吧，你想要啥？不过分都 OK。你说吧。我想要一张姐的照片，可以吗？哎呦，想看黑色玫瑰的是不？不可以的话也没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个要求。也不是很过分吧，你都打成这个样子了、啊、行行行，姐如果不可以也没事，反正我肯定得问你的意见。上个设备没有要求吗？小事吗？讲的我来了姐，来愤怒和气，我都死了你还来、哎、又不是什么大事，都会啊，都会给你。三名装备这么好啊？那肯定好啊。哦 ，nice！ 人家难道能去秒啊你？他39个头了，你十二个。我刚骗了三米那 W， 没三米那不是我骗 W， 他怎么杀呀、啊？别杀了呗，那不别杀了吗？凭啥？死亡金身啊！凭啥不杀了？好，给个理由啊！一个，我求求你们别杀了行吗？你这说话要杀40个了，你这说话不讲理由。怎么没事、啊、怎么可能不杀呀？你应该、这个、你不是我老板，你应该跟你家陪玩说，哎，你能不能多杀一点呢？对呀、啊，你看他听话吗？我在想办法杀。你看他还不听你的话呢。你看你点了个陪玩，他还不听你话，投诉他，让他今晚的300块钱也没有。气势磅礴，横扫千军如入无人之境。不要上了他的当，他就是搞这种勾心斗角的，喜欢搞对空搞我们内讧的。优先达到300个人头。那你倒是杀呀！我今晚输多少了？灌夫莫岛666。来了，姐。全血了。无敌铁骑气势磅礴，横扫千军如入无人之境。恭喜迷路选手。在今日比赛优先达到300个人头，迷路选手举世无敌，灌夫莫岛666。那没办法。你杀多了我也逃，这毕业生打这逼样，横扫千军如入无人之境。你看恭喜迷路选手，在今日比赛优先达到300个人头，迷路选手举世无敌，灌夫莫岛666。姐，我杀回来了，你杀回来了，他42个头，你14个头，还是男刀玩的得心应手，舒服。嗯，男刀也很厉害耶，非常飘逸啊，乱翻。我不求你上广播了，行吗？你拿个五杀呀，你翻倍呀、啊这个广播有点费劲了，可能这个。这波我就拿五杀，这个男刀不知道在哪捡的，他又捡起来了。阿姐，每次有人投诉你也不来啊？你来呀，我们又没阻止你，不让你杀，你来嘛。毙了。OK。毙不了。好、哦，他们想拿这个人头。死了。你杀死了，杀死了。不是你在玩什么呀？到底、哎？死了吧。他44个头，你14个头，我又输60，爸爸都这样，你怎么对你大大姐的呀？你到底几手提吗？马上就要给我输500个头了。哦，又输500个了。我在比赛，你让我不杀了，你没事吧？我在想办法杀。你刷新了，我输多少个了？你输多少个又不是我，那跟我也没关系，不是你家陪玩搁这又是什么？哎，这英雄有问题了，又是什么什么什么的。跟我也没关系。又是技术问题，又是英雄问题，又是什么属性问题？对，七借口八借口，啥借口都找完了。对，什么借口都找了。懂吗？然后完事你也在那，
啊、嗯，对你也是，嗯，没对，说的对，对你加油加油，净说的没有意义啊，你加他压根就不加油呀，您跟他有啥意义呢？这太快了，小叶你就不能帮我？如果我是你的话，那个大大姐，我就直接去投诉他，这么恶心的陪玩，真的，你别杀了行吗？恶心你一晚上了，又是给你画饼的。我今晚都已经输一晚上了，你别杀了行吗？我肯定得杀，我比赛我为什么不杀？我都不一定晋级呢，我就我这个人头。我都已经输400多个了。你输400个，我比赛我肯定得杀的，没办法，好吧。你都已经赢了，你还要杀？赢了只是我老板赢了。这比赛不一定赢。他还没赢呀、啊，姐。比赛吧，还没打完、啊。比赛我只能申请他补助分一。补助金一分都没有，而且你不是拿30个头把我卖了吗？你也不能怪我呀，你自己选择的。你30个头把它卖了，你对呀、啊，那没办法了，那没办法我了。当时我也不想的，真的。你不想呀、啊？你不想？当时我真的不想的。那没办法呀。你都别杀了吗？可怜。哦，小可怜。不是你跟我说没用呀，我在比赛呀，我肯定得杀呀。那你看一下人家多少个头了呀？人家48个，你16个，你跟我说了，我别说了。我投。你看一下这把输多少个了？我投胎你负责了。人家又翻倍了，这把又拿一个无胜，你看不到吗？他这把也就拿一个呀、啊，我还有机会啊。这是我一个人的比赛是吗？这把他就拿一个无胜，他的意思就是这把只要输的比前两把少，他这一把就已经是。就是打的，姐，我在打的比，你看我这波我已经在认真杀了。你在认真杀？人家48个头，你18个头，你跟我说你在认真，你靠这样认真的是吗？你还不如听我的呢。哎哎，想抢呀，螳螂，就你这操作呀！跟你说，说半天也不带理人的，逼你跟大麦在一直刷野。非要用刺客来教育一下你，嗯，喜欢教。是吧，小叶？我让你早点听我的，早点听我的，你还能领个补助金。你现在好了吧？我听你的什么呀？那你老板赢了，现在又老板乱飞乱，他赢了吗？他现在，嗯。可是大家已经不想让你领补助金了。我都已经输了这么多头了，你还在这？你都这样了，你一会还能拿到补助金吗？你一会他还拿补助金呢？你这局要是敢输，你看着吧。我一定会反馈你补助金一分都没有，你让我输得这么惨哦！说啥？就这样，哎，也是掐过啊！你是废了，我说真的，你算你这技术不行啊！咱不是同一个水平吗？不抢，来这个头看能不能抢到、啊？怎么同一个水平、啊？你水平就我一抢到吗？啊，夜神说话来！你这个人头你都抢不着，抢得到吗？你光抢头你都抢不到，啊、你别说其他的了。你说话呀，人家就这样怼你了、啊。能抢到一个头吗？夜神，拿头证明给他看呀。嗯，能抢到一个吗？你说话来，来这个头有机会。大姐，你补助金给他吧。你上呀，怪可怜的。不上我上 了，能抢到吗？夜神，不是刚梦，你别杀了呗。就这水平吗？输这么多，就我这速度，你反应得过来吗？夜神，嗯，别杀了呗。嘿嘿，这大大，你补助金给他吧，他都打这么多把了，也挺辛苦的。嗯，给你机会，你来给你机会，你也不中用。我凭啥给啊？姐，你送人头，姐，我都跟你刚才跟你讲过了，在很努力了呀，大姐，别这样行不行？钢板，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跟你说话永远不带你的。你现在跟我说这些，你杀他！姐，我没听到你讲。我刚才在认真操作啊，我不敢，我就是因为我不想输、啊。我都看到小青在帮你了，你还在跟他内讧。你们两个人刚开局说的好好的，你是画饼的，我真的发现了。没有啊，姐，我刚才5000多头，我刚才都在认真操作拿头。叶神，这只有几个是你的呀？只有个位数是你的呀？叶神，你跟大家姐我，万一我如果被淘汰，我也不想被淘汰啊，姐。你不要，你不要把我一点，你不想被淘汰的样子。不要把我补助金都搞没了，行不行？我说了，这把输了，你一分都拿不到。那个大大姐，我记得那个不要这样，这次比赛的话，只要老板投诉了就没有，今晚的补助金就没有了，白打。不仅淘汰，大姐不在比赛淘汰，在打，今晚钱都没有，真的。我看不到你的认真。夜神，你再求求吧，你再求求他，万一
就不听我话，不投诉你了呢。对，你看那个小，你看那个小厅，虽然说可能会被，可能要被淘汰，但至少今晚能拿到钱呢，对不对？就是啊，我早就跟你说了。他，你看这个小，你看这个夜神，那个态度，接单态度的，老板人头跟他没关系，淘汰无所谓。我接单态度怎么了？我在认真杀，要你来说吗？你接单态度，你接单态度太好了，哎。清空人家了吗？我都笑坏了。哎呦，我的个豆啊！来，清空人家了。大姐，来嘛来嘛。大姐，我只是让你画饼。哎呦我操！我没有啊，大姐。饼神非你莫属！哎呦，就这吗？夜神，你机会你不是啊？夜神，都已经这么多了，说话了，说话了，又会看你刚开局的豪言壮语，拿几个五杀就扳平了，什么清空？你看你，大姐这个头我必拿下，确定吗？你必拿下，你什么操作呀？你没看清楚吗？你什么操作？确定吗？又被人家拿了，你在玩什么呀？到底？哎呦喂！他在玩。跟你说了这么久的话，一点都不理人。他在玩相马。你是对所有的东西都不在乎是吗？被操出来，又被他捡了个漏啊，姐！哎，又被他捡了个漏了。哎呀，你赶紧退场，先结束了。你真让我输五百个头的话，你等着好吗？直接退台呀！你等着啊！你看，你刚才听小听的话，你不打了，你就不会你等着了。现在你好了吧？你等着了。是呀、啊，不听我话呀？问题是啊，搞得我害你呀！我看你玩真的是搞笑，哎、拿奖了你玩卡。就这意思、啊。又拿三杀了，这怎么办呀？就你这操作啊，狗看了都摇头，真的。真的狗看了都摇头。哎呦，回家。不行啊，人头抢不到。哎、太会捡了。人头抢不到，怎么了？你不也想捡吗？能不能没捡到呀？那能不能这局打久一点？啊，给我个机会再竞争一会儿，公平竞争一下。公平可不可以？你直接结束吧，干脆直接结束吧，你不要再来公平竞争了，我不想看你。我可以啊，我可以让老板多赢一点啊，没事，我不介意啊。来久一点没事，等你，让你来久一点，让你注意，让你老板多输一点啊。直接推了，结束了。不会输的，大姐，不会的，大姐，我必给你保回来。你是真不把你大姐的放心上呀？你在旁边当助攻好玩吗？输呀！不是我也想晋级啊！我，你二十个头，你听我说。我现在结束了，我就直接被淘汰了呀！啊，你还想着晋级、啊？那怎么办啊？被淘汰了，直接推塔，听到话吗？哎呀，人头抢不到，开始抢野怪了。野怪是真抢不过你啊，你能打野，我抢人头就行。我都没有惩戒你，为什么抢不过我呢？对呀、啊，你挺会抢的。直接结束好吗？啊、我人头，你看，你看看，我需要抢野怪吗？我人头抢得过你不就行了吗？咱重点都不知道，怎么重点拿人头呀？野怪算什么呀？不是你。大小王你都分不清啊，是呀，你干啥你都分不清、啊、咱比刷野树吗还是比啥呀？别刷，你都他六十九个头了，你看看这比赛你跑那么快干嘛？你不是喜欢跟我 K 吗？你跑那么快干嘛？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刺客，多学学啊，好好看好好学，别推了、小叶啊，不小天，哎我的天，你能不能别叫个小心小心的，难听死了！你不要推他，你不要推，你现在要跑路了。极限逃生。我看你已经神志不清了。他已经神志不清了。你是真的不把你不是？他我看你真疯了。来，七十个头，你二十个头，这个头拿了，这个头拿了。输一百个，这把。输一百个，这把你要投出他。一把输一百个，你知道什么概念吗？哦，已经一百个了。这三把输了五百个，你真的刷新历史了吧？你问一下你们俱乐部有这样的吗？让老板输这么惨，你实在不行你就投了吧，啊，别晋级了，你别投，别投，别。你我得出点肉了。哎呦，你我不想多说，叶神，你直接推他好吧？能不能听我说的话？直接推他，结束了。你推了你就直接输了。别推啊，姐。想出点肉，我感觉还真有机会啊，这把，我现在已经很肥了。哎、我越看你，我越输越多。你我看一下，收割都32层了。
你别嘴硬了，你还得晋级，你不，你还得晋级，你不想推啊？不是，别晋级了吧，点了吧？哎，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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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。我就说你这样的，你这样的玩意儿还去打比赛，你还想晋级？我真不知道，拿五杀，脑袋里面装的是什么？双杀。嗯。双杀。我走，我走，快点，我走，快点，我去追。这坏了，连不上了。我只想保个晋级，我就这么多要求，一点都不过分，能不能别推？你还不过分啊？你达达都要输完了，你还不过分啊？两个小让你打两个小时，按你的话说，我这一把不得输个一千个桶吗？对呀、啊，他完全不考虑，怎么可能？他完全不考虑你的感受，慢慢啊、达达，棒棒！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！不行不行，他妈移速太慢。达达他不。他都不考虑你，对他都不考虑你，他就想着他自己，多自私的男人呀！你是真不听别人在说什么呀？自己姐，我这波在杀呀！你看我刚才又杀了两个，我不可能不考虑你呀！你24个，你跟我说你杀了两个，这一晚上一个午餐没有。他现在心里只有他自己了。这把有机会，这把我是螳螂姐。还有机会呢，咱们73个了，你24个，感觉没必要回家，吃个吃个爷，可以可以上，可以上，再拿个红 buff 回个血，可以上，人呢？你把你打的，他有个稻草人，你要不行你推了吧，你再不推你直接推塔吧，行吗？直接推塔，不是，你要再不推，小天你直接去推塔，一会儿我给你加鸡腿好吗？哦，杨先生，再不推你打姐要输多少呀？是呀。你看小，你去推，你去推，一会儿给你加鸡腿。小我真受不了他了，这废物。小天还是可以的，就他妈不知道脑子里面长的是什么东西。你上啊，难道你在这看什么？小天还是可以的。对啊，他人气。你不能说你为了不淘汰，你不能说你为了不淘汰多杀几个，你让你老板输这么多啊？是的，你小天这指挥起人了。我再杀，我刚刚都杀两个，他都刚才只杀一个呀。那你杀两个，他我已经在拉开杀，不一直比你多吗？他杀74个了，你看到吗？全场102个头，人家这多个，你24个。小听可以的，小听其实人不错的，他是吧？我其实是的呀，我也这么。是吧？哎，行吧，行吧，等会儿给你加个鸡腿吧，给你加个鸡腿吧。小听，你听我说，你现在去推塔，直接结束，好吗？直接结束。死！死！去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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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死！能不能别说了？你们，我要晋级啊！好死！你要晋级？我的人头不是吗？我不想赢吗？你不能让人家亏那么多点啊，对吧？人家输那么多，太不好了吧？你这做人这样。哎，你别说了行吗？我刚才本来这操作，这波我都死不掉的。对了。哎呦，你怪我，你就怪到我咋？我影响你操作了哟。喂，那个的哦，我没有影响他操作。我都输500个了，这把要是，我真不知道你。呀，我觉得人心都是肉长的吧？你不知道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吗？你不知道心疼自己。不你能不能心疼一下达达？嗯，而且现在人数你还，我现在已经在慢慢追他了，他没有打过你先回来，20分钟他都只是这个数据，只是你先我这么多而已。推塔呀！我打到后面我会越来越好打的。你听我说话呀，你不要在那一直说，你推塔呀，直接结束啊！你这废物还能指望什么呀？我不知道我还能指望你什么？看好了，姐，今天在干嘛？五杀！反背！叫你不推塔呀，姐！有助攻吗？我让你推塔呀，你听不到吗？翻倍！哎呀，又拿5杀了！你早点推塔，这5杀也没有，你也不，你看你输更多，你让人家大大姐输那么多，翻倍啊！哦，你推了吧？你们能推了吗？我们直接推了，结束了吧？行吗？啊，我都受不了了！这平白无故输多少？你们现在别过来，让我自己拿个5杀。可不可以？我们也很想帮你推，但是呢，你现在别过来。哎呀，小天，这个我们不太行啊。让我也拿个5杀，没助攻的。我说你们直接结束了行吧？不要让我再输了，已经推了吧，真的还想拿5杀呀？孩子搞的，有机会吗？你骂我真的，我说你，不是我说你兄弟。拿5杀不给？我说他也说了，骂他也骂了，你看他听说话吗？这夜神、啊，不姐，我也想，
你让我进个几啊？我再认真打呀！哎呦呦！你晋级，跑得很快，跑得很快！哎呦呦！我跑很快，你只在乎你自己是吗？哎，票好 Q！ 你只在乎你自己，你从来不在乎其他人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这么自私啊？正常吧？哎呦，被他推了！不行，你去推了吧，真的推了吧？行吗？你能推了吗？直接推了把人家，你都快把人家搞哭，都快把人家搞哭了，你到底要干嘛、啊？姐，你听我说，刚才这五个我就直接拿三个了，我是随便拿五杀的，只是差一波机会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我们队友不过来，我绝对拿五杀的，这不？他八十二个头，你二十八个头，你是在跟我说多了，你认清现实吧。我们八十二个了，你才二十八个，行吗？你开始还要害达达到什么时候呀？你一开始你看现在都多少倍了？你先落后他四五十个，你最后，哎，人家他妈小兵又来了，我了，我他妈真服了你了，这个人头，你能为我着想一下吗？叶山，我刚就是拿了个三杀呀、啊，我刚五个人我都能拿三，你为你自己晋级死了不是他，老子在这边被翻了一倍又一倍，我一个女孩子挣钱有多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傻逼，啊吸血鬼，我一个人在说。你真是不在乎别人的感受是吧？我 TP 了，让你推塔，听不到吗？你让你推塔呀、啊！不是他们三个人我推不了啊，姐我没事又没事，你看一下人家八十三个头，你二十九个头，你跟我说你没事？没事，人家姐都哭成这样了。还有你到什么时候才有事？一晚上对你来说不重要是吗？你不要人家输这么多啊！你直接推了，结束了行吗？但是我也要晋级吧，我不可能就这样输了吧？你直接推了，结束了行吗？你就想晋级，那你实力就到这个地步了，你晋级干嘛呢？你这个晋级，我跟你讲，那达达一投诉你进不了的呀！达达一投诉你照样没啊！啊，就哪怕你能晋级了，我都说了你下轮还是要淘汰。姐，你别这样，别投诉啊！推了行吗？推了行吗？那姐姐都……你现在要我杀几个？你说，姐。你能杀？别投诉！人家要你推塔，狗娃的比你好。人家要你推塔，你杀不到人的啦。没事，我推，我推。没事，姐，我推。对面复活时间有点久了，我就想晋级，我都进了三十四了，就你也配晋级？你现在补助金也没了，兄弟，推吧推吧推吧，不要再说了。OK， 你他妈就滚！啊，不是这。